Have a nice day， 我是张子豪吧，我是简。我们今天来到林口的海世界海鲜炭烤，吃到吧？这间厉害了，这间是我朋友开的，所以来帮朋友打广告也是理所当然的吧？好、哦，所以不是业配哦，那等下不好吃哦，直接骂爆哦。最近 YouTube 发生一个大事件，你确定要这样骂爆他？不要吧。客观一点，客观一点，好吧？那听说这一间呢，他们的海鲜都是每天新鲜的渔获，所以今天有什么海鲜不一定，好不好？直接进去看就知道。我们等下去吃吃看看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好吧，我们每桌有两个夹子，那等一下你要夹海鲜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夹子放在你的黑色盘子，然后鱼放进去之后呢，拿到那边，它会帮你处理你的鱼鳞啊、内脏啊什么的。对，没错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夹这个虾菇啊。虾菇是什么？这个，对啊，夹这个，这一只要两三百。夹好。哦。那今天要吃螃蟹。那鱼啊，要夹鱼吗？好啊，夹鱼啊。哇，鹅好多哦，澎湖鹅啊，哇，超多，它是澎湖的、欸，对啊，澎湖的，我挑了这些，我手指很酸，这个是我拿的，老公，这盘是我帮你拿的，哎呦，那你知道了，凭我的实力，这个不太够吧，要多一点，你知道了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知道了哈，哇，它是用木炭烤的哦，好，说小心，好吃吗？可是它这是生食的哎，爷爷说他也要吃芋头包，我带他去拿。芋头的，然后旁边有奶油的。你姐要吃卤肉饭，烤鱿鱼。你们要帮忙吃哎，我们桌上很多东西哎。鱿鱼蛮好吃的。哦，那是什么鱼？马鞭鱼。马鞭鱼。对，马鞭鱼，它煮汤很好吃，它很 Q。好。哦，这什么鱼都有哎。哇。好酷哦。哇，太多了吧，这个太多了吧。跟墙。对。哦，这尾巴这边。对。它这海鲜超多，这样一个人900块，算很便宜耶。而且它海鲜都很特别。对啊，那像彤跟陈啊，他们这个身高，他们两个都是400块。啊，他们两个都400而已，那其实120公分到149。啊，他已经150几了，乘150。他还已经150几了。啊，陈已经算成人了，只要你400块，我们三个人900块。我觉得可以吧。这样算很划算。很划算的，而且这都是海鲜。那鱼都超新鲜的。对啊。这是刚刚的马鞭鱼，他说煮汤很好吃。我们要煮汤。下去。其实一人吃一条鱼就饱了。很大条哎，超大只的。对啊，老板生意很好哎。还好。对啊，生意好。不用打广告了，不用打了。要打吗？老板帮我们料理这一锅马鞭鱼海鲜汤，不得了不得了。用木炭，用木炭烤特别好吃。对，因为有炭香。对啊，因为有的烧烤店是用了瓦斯炉的，我觉得那个烤起来真的不好，真的差很多。哇，老板娘帮我拿这个安康鱼。哦。你知道安康鱼吗？灯笼鱼。哇，第一次看到本人灯笼鱼，灯笼鱼啊，真的呀，深海鱼，灯笼鱼是深海鱼，我知道啊，他们在烤鱼，日本料理节目很常出现，对，那个安康鱼，而且它是有季节性啊，真的、啊、哦，所以老板娘你们都是每天渔船这样进来，对，它会像盲包一样，它渔船进来和盲包，我们今天渔获也是，哦，好酷哦，人家这边是吃海鲜，两个姐妹在那边吃卤肉饭，很好吃吗？我吃一口看看，吃一口他们卤肉。那不错哎，很香哎，你老大已经吃两碗了，金针鱼啊，然后这是虾菇，姐姐来试吃虾菇，还要从尾巴，啊，没关系还可以啊，好吃，好吃，虾菇我已经看很久了，没吃过，哦，它是其他肉只有一点点，有他刚才说肉不多，它的味道是鱼，但是口感是虾，对。真的是吃起来像鱼肉，可是它弹起来的感觉是虾子，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就简单的说，就是有弹性的鱼肉，肉只有这样而已。好吃对不对？很甜哦，好吃，小朋友喜欢。安康鱼的肉真的很少。对，刚刚这么大就处理完像这样子，所以这是什么？它的肝吗？对，安康鱼的肝，看到没有？而且老板娘说必吃哦，必吃。他说不是每只都有。哦，你刚才没吃到这个哎，太多样了，真的是来不及。对。让我想起以前我爸爱抓蛇，我妈煮蛇汤的感觉。我先喝一口汤，超鲜，这肉整个是雪白的哎。你还记得这只鱼叫什么鱼吗？马鞭鱼。对，它肉超细，而且吃得到胶质。而且感觉它好像也没什么鱼刺，对不对？完全没刺啊，完全没刺。还是它处理掉了？啊，没有，它本身就是没有鱼刺。而且这个超好吃，超软。
啊、嗯，而且有胶质，对，老板很推荐的。如果有来有看到马鞭鱼，一定要赶快去拿，马上把它抓下来煮汤，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哎！我们要吃一个，好好吃，这么夸张，我真叫老板娘推荐就不会错了。对，啊，就是这样哎，它真的是不用什么调味，因为它就只有加蛤蜊，然后姜丝，对，真的、啊，完全就是鲜味。这老大是不太喜欢吃海鲜的，他今天居然喜欢吃这个虾部位，对。好喝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，完全没事。重点，这些全部是晨晨吃的，他真的很爱这个哎、欸。各位观众，我们要先安康鱼哦。彤彤说我们刚刚那个是肮脏鱼，人家长得丑已经够可怜了，你还骂人家肮脏。我要来吃高丽菜，再吃，吃漂亮一点，好丑哦。跟大家讲，我对菜真的很挑，我每次去餐厅啊吃铁板烧啊，人家那菜炒出来如果有氧化黑黑了。我都很不开心，我都跟老板娘说，老板娘的菜是不是隔夜的？对，他是高丽菜，应该是高山的。高山的，老板，高丽菜是高山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哦，老板说对。看到没有，专业的，各位观众，安康鱼。哦。安康鱼，那鱼都是 Q 弹的，那对比刚刚那个马鞭鱼，它这个就比较没那么甜。当然，人家说安康鱼的精华就是这个安康鱼的肝，它吃下去的感觉是化开的感觉，然后新鲜的鹅肝的味道还不错，蛮特别的。吃下去你那舌头顶一下就化开了。哦，对，是不是像鹅啊？对，像鹅啊，口味像鹅啊。对，真的。老板娘一直在帮我们桌边服务，这样好吗？对啊。老板娘，那不好意思，一直让你忙。因为我们要付 double 的钱，老板娘桌边服务。桌边服务。烤的虾菇，对，用烤的就比较像虾肉，那一样很甜，然后多了一点炭香。那如果跟刚刚清蒸比起来，我会选这个，这真的好吃很多。那我们来一个虾菇巨足桶拉面，嗯，烤的真的很好吃，难怪你女儿刚刚狂吃。我去看有没有包子哦。好，老板，你们那个包子现在还会出吗？一个吃两碗卤肉饭，一个吃两颗包子，海鲜都不用吃了。我来吃一下清蒸的石斑，他不知道什么斑啊，他们就是斑的一种，反正就是斑的一种。他其实我刚刚有试吃，就是比较没味道一点，然后我沾了那个辣酱油，他们那个特制辣酱，沾了酱变很好吃。他们都没有特别调味，都是海鲜的鲜味。对，所以你自己要吃比较重型或什么的，自己再加调味。对，就是看你自己个人口味喜好，然后去调整，因为他那边蛮多酱料。对对对，这个清蒸的部分就是一条100块，各位观众。这个牛小白是老板娘招待的，所以一般客人来可能吃不到。然后这个生鱼片呢，是一般客人来是吃得到的。那每天的生鱼片的种类也不一样。然后像今天呢，就是安肝。那你不在家吗？我不要，你没有寂寞哎。这样吃感觉在吃生肉。太好吃了。我觉得还是要沾一下。不要，我不喜欢。弥补我心中的恐惧。妈咪刚刚说没剁椒，再吃一次。好的，好了，换我了。阿米的最爱生鱼片，对啊，那就是酱油，是安康的吧？嗯，我吃过啊。哎，你刚刚有讲，我刚刚有讲啊、哦。那我们真的是烤不完，刚刚老板娘一直帮我们桌边服务，这是葡萄鲜，然后这是澎湖鹅啊，这个是什么鱼？老板娘，这个是什么鱼？那是恰章。恰章。对，赤棕。赤棕。对。你等一下，我不知道怎么上字幕啊。那么最近拍了很多美食，两个姐妹都也跟到了，你看。聪明吧，这样子烤棉花糖手就不会烫了。我们来干杯，耶，好吃。那如果你来这边吃海鲜呢，旁边就是停车场，其实也蛮方便的。对 ，OK， 吃饱了，吃超饱的，超饱。重点是，我觉得今天吃起来，它每样东西都很好吃。其实海鲜新鲜就好吃了。对啊，今天呢，我自己个人我最喜欢就是那个马鞭鱼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我也投马鞭鱼票，真的超好吃。姐姐最喜欢是什么？我最喜欢我不知道。卤肉饭。没有了。彤彤呢？最喜欢吃什么？包子。包子。喜欢吃海鲜的，不要错过，是吧？推一下，推一下。虽然是你朋友，但是我今天真的很客观，真的好吃。台世界富二世炭烤，喜欢吃海鲜的，一定要来尝尝看。快点来吃。蛮推的。推推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冰不错哎。它冰好吃。嗯，它冰好吃。干果
你有看是什么牌子吗？因为我没有去。北海道的什么蛙哥的？真的、哦，它冰不错。它冰蛮好吃的。嗯。不会，我觉得它芒果也蛮好吃的。你妈刚好有。蛮好吃的、啊。